速度太慢，没有跟上我的步伐。哇，今天的 MC 话题有点精彩哦。第二个作死撒娇对决，第三个怎被扣钱怎么求情，第四个最想表演未表演过的公演曲目，第五个监视世间微博经历。你们真的是很要事情，我看。啊，我觉得二吧，二吧，对，你们一定很多人想看。你们打一架好了，二跟五的。好，你们觉得呢？好啦，就第二个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翻开第二个话题。来一次最作死的撒娇对决，我最喜欢对决了，因为我又可以当主持人了。哎，我们这组人特别多，我数一数，一二啊八个，你当不了主持人，八个，那我们这边就先派你上场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从中间劈开好了。对的对的，你们那边派谁？对，那边都是一群老弱病残，真的是。完了，我觉得有点不忍心。他们那边都是一些胖子。哪个？我过去了，我要去你们那组。金明非常，他非常实在的一个人走了过去。金明，你怎么那么实在的一个孩子？没事，我陪你吧。我很可爱。就被他一个瞎子给欺负了。我们是按身高分割的。赔了一个。对啊。身高好吗？梦瑶，你过来。你们这样子，那我只能来这边了。我是老弱病残的弱。好柔弱。你是残的，来梦瑶。不是老，那边就是老弱病残了，现在老。你什么？没事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反正有我在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第一轮，你们先，我们石头剪刀布，我们俩来看谁来先。你先说剪刀布干嘛？我说石头剪刀布，我们谁先来？就比谁赢了，然后谁赢了谁赢了。什么谁赢了谁赢了谁赢了，你这左脑也不行了吗？一二三，拍到了没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没看到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眼神不好，眼神不好。好了，你们输了，你们先来。你们要派谁来？王璐角。不，我们要派我们拥有就是血统，在血统这方面就赢过你们的小珍。哎呦喂，了不起哦！我们血统也很沉重，哎呦喂，我们现在两个东北扛把子，我觉得咋的？对，我觉得让他们两个用这个人用上海话，那个人用东北话，然后互相撒娇。我只会说撒娇。天哪 ！Excuse me， 互相撒娇。来，就你了，金明。要不这样吧，要不我用东北话跟他撒娇，他用上海话跟我撒娇。完了完了，我们要输了。你会吗？我珍妮，你教我的都是什么？一些骂人。珍妮都教了一些金明什么暴露。孙珍妮，我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人。对呀，珍妮之前教过我压三点是吗？是吗？什么？一三点。一三点不是十三是吗？是十三点吗？十三点不是一三点。胡了。好好好，你们开始吧。来来来，我不会说呀，说你确定要你教我的上海话，我要跟你说吗？你们对着镜头来来来。嗯，那要不你就说普通话吧。侬脑子瓦特了。耶耶，珍妮，我教你怎么回他啊，然后你就说瓦特个六。对，要用他的家乡话回去。嗯，好。大妹子，来玩啊！你要撒娇，就是以不变应万变，你懂吗？你要跟我说大妹子什么？侬脑子瓦特了！好精彩哦！得了，今晚上分开睡吧。谁跟你一起睡啊？好，我宣布，王靖云，耶！哎。对，刚刚珍妮有点弱了，对。对，来一个一句大妹子就包含了所有。来，
多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脏话陈，脏话带生气。我没有，还不如你吧。我记得那个什么，不如你吧。我最不毒舌、最不腹黑的，就是对，一点都不，就是那种不敢说话了。那次自从在广州演了一次之后，不，你不要那个事情就是、我是受害者，我都不想讲了。哎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外表跟你的内心一样，都是那么的清澈纯净，你知道吧？善良，水清则无鱼，对，所以人之贱则无敌，搬回去知道吗？不如透透你来吧，你无敌了，你们。我跟你讲，我要讲河南话，你敢讲山东话吗？没有山东话吗？那山东话骂人的不太多，没有河南那么多可能。我们河南话，我跟你讲，分分钟讲出来都是气场，我跟你讲，那是被我的气场所折服，我打死你个龟孙儿！来啊！弄个小刺了。你看他讲的一点都不霸气，你个小刺佬。好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的跟我撒个娇，我可能就让你赢了。果果，你个小刺佬。哎呀，你个小龟孙哦。耶、yeah ，那大家觉得我们谁赢了呀？没事，下一轮是谁的？拜拜，下一轮，快点出来，开门呐！我要跳一段巧克力才可以，不然不能白出来。好恶心啊！太恶心了。到谁了？鱼哥，你要留到最后压轴吗？没有，三分停。什么瑶？什么瑶？哎呀，怎么沈梦瑶？别怂，梦瑶上海话讲的可溜了。撒娇这种，哎呦，那我说东北话，你说上海话。好，因为我不会说上海话。他俩好像在告白。昨天他可是摸谁都觉得在像摸沈梦瑶哦，前天。哎呀，你个凶神！哎呀，囡囡，侬做啥啦？要雪了，哎呦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我两天没刮的汗毛都竖起来。不错，梦瑶，你赢了。天哪！不，还有第二个轮，咱不能输。哎呀，你欺负我啊！干嘛？哎呀，你天哪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就鱼哥啊！我听不懂。不知道鱼哥上海话怎么说？不，我觉得背心上路边讨钱的。没有啊，就。撒娇要有一种气势，对，不错，苏瑶，客观的油还我，客观的评价，不行，我客观评价这一轮啊，我觉得我品性赢了啊，是吗？不愧是我们这组的裁判，赢一二，我很客观的，我觉得就赢三轮了已经，对，我们赢三轮了已经啊，我们今天赢三轮了耶，还有最后一个，让我们的撒娇担当王五角跟林楠，那还有王五角输了呀，对上女神我还有什么赢的？对待林完美。对啊，我还有什么赢的希望？卖芦荟胶。我基本上就没有赢的希望了。用洪荒之力赢了。真的吗，饺子？那可不是你在后台，那可不是你晚上的。真的？你好烦啊！已经开始了，你搞啥子嘛？喂，杨慧婷吗？要用假笑。又嘲笑了。不，我喜欢是什么？之前我们让他说什么话来着？就是不是就是。那个就是唱那个歌，那个是什么？三分停住点，就是这首。口大牙，我是闽南话吧？闽南话。对，用闽南话吧，虽然我可能听不懂，就是听不懂才会撒娇啊。对，来吧，来。我跟你讲啊，三分停住点，嗨起来！我也好想这样被说教哦。哎，女神，不要。林楠，巧克力的不要跳巧克力，快出来了！不要跳巧克力了！天哪，王鹿角，人家都教你人生道理，你都没有回应他，我怎么？你是七分靠打拼，轮到你了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我想一下，
拼呀！还有90，哎，还有90分靠颜值。哎呀，七分靠打拼，你好烦哦，女生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画面有点美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怀疑我自己有点问题。好想唱一首《夜上海》。来！现在你紧张吗？夜上海是有动作的 C， 你知道吗？有动作的。我来唱，你来跳。让一人教你那个动作。什么？摸腿吗？那个什么，他拉票的时候跳的那个，我也忘记了。我也忘记了，他拉票的时候。哦。别提拉票。来，我们那我就唱《夜上海》吧。好，你给我伴个奏。好，我给你伴舞。好，你伴奏加伴舞，一二三，走。天哪，我这种巨星都给你伴舞了，你居然不开口唱？好。好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走，没走。我爸当时就是说，觉得我在这儿像上海舞女。爸，没想到。叔叔，你的梦想实现了。我居然要给郝婉晴这种人伴舞。你到底唱不唱？唱。好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哇，你是一个不夜唱。你最美的地方就是星梦剧院。你们怎么都没有鼓掌？好了。我觉得撒娇的女生真的很有魅力。对，她可以撒娇，不可以作。对，怎样打一架？好，那么有请我们后面的小朋友上场吧。他们被我们吓到了，我不愿意上来了。夜上海，真的跳上海，上海是个不夜城。好，对，下面我们要唱一首《夜上海》啊，不对，我们要唱一首比《夜上海》更好听的蒲公英的决心。